不，那个肉都出来了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！你玩，你先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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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那不重要的。先玩，先玩，来，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他说了，哎，我来问，我来问，我来。你上一次单排什么时候？我从来没有过，从来没单排过。我问过了，是真的从来没有过。真的没从单排。那继续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啊，舅舅。我感觉小杰的文化说，小杰，舅舅，你们有什么问题问的吗？舅舅，我已经隐隐约约知道他们要问什么。舅舅，你们有什么想问的？哎，舅舅的问题你们来问吧。我已经隐隐约约知道他们想问什么了。不是管你下班了，人太多了啊！你像直播间几万个人同时加微信，一下子就一秒钟就那个。西西啊，对，有没有跟西西双排过？没有。没，真没有，真没有，我操，真没有，真没有。来，那继续吧。那他可能还真的没有跟西西双排，我操。他不愿意。石头剪刀布。啊，他应该问三个。剪刀布。他应该。石头剪刀布。又是剪刀。真心话。哎，我来，跟慧慧总共双排了几次？兄弟们，这个问题读吗，兄弟们？这个问题是不是很毒？总共跟慧慧双排了几次？40次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你跟他在一起一个星期都没有，40次。要说说真话，说真话，说真话。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还不知道。不可能40次。真的有。真的有40次。真的有。我操。我跟他上两个星了，这么几天就知道。40次有点多了吧。操。根本就不知道。啊，急。剪刀。双排就打游戏，一起打游戏。剪刀布。说剪刀布，就英雄联盟那种双排。说剪刀布，好，你好呢，好，问他，我来，那有没有打过野？就玩星玩游戏的时候有没有打野？有没有洗，有没有打过野？打野你知道吗？打野知道吗？就是在外面是吧？啊，对，在外面之类的。对，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从来没有，每次都是在室内啊。对啊，我无聊啊，那太无聊了，我操。那不，那室外有室外的味道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啊！这又是舅舅，怎么又是我？又是舅舅。哎呀，又是舅舅，舅舅什么？现在舅舅还有什么问的？真心话，快一点。就玩真心话，就玩真心话，这真心话有意思。真心话有没有想问的？啊，我有个问题。为什么？我们两个都知道那一次三排。几次？就是三排，你排了几次？就那次三排。啊！你要知道三排的时候，你不可能一次吧，对不对？一次的话，你怎么，是吧？七次？不可能，7次有点多了吧？从3点钟排到早上8点，从晚上3点排到早上8点，排了7次。睡一下又起来，睡一下又起来。我操，上两个星了。上良心的，睡一下又起来打英雄联盟，睡一下又起来打英雄联盟。三排排的7次，我操！不，你俩。好了，我俩了。啊，我输了，我输了，输了。那你们问吧，你们你拿着。这句话我都回答，正常回答。绝对不骗人。啊，金哥上一次单排什么时候？单排。这个没意思，单排我都没单排过，不知道多久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真的很久。很久了吗？几个月？你在三亚的时候绝壁单排了。这三亚没有。没真没打牌？这三月我还要打牌吗？我有打牌吗？我怎么样？那你那个上一次双排是什么？你问过了，我操！下一个啊？下个问题，你刚问过了，没有是吧？哎，太无聊了，太无聊了，我操！太无聊了，我真的是，哎，该说不说，你金哥需要单排吗？该说不说的，我都几个月前都没单排过。石头剪刀布，从不单排。石头剪刀布，啊，石头剪刀布，完了又是我操！上一次单排，不，说上一次双排，上一次双排什么时候？真心话啊，撒谎！我操，这个问题不能回答。在来这里之前，这个问题有点上良心了，兄弟们。在来这里之前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今天没有。昨天。今天没有。昨天肯定有。今天没有。金哥，你是知道的，你撒谎我是知道的，你知道吗，金哥？你要是撒谎，我是肯定是知道的，因为我知道你最至少是什么时候。
我希望你说真心话，金哥啊，咱俩这么熟了，好吧？大前天，你确定？你不要再乱说啊，就是大前天，大前天，我操，是良心吗？来，石头剪刀布啊，又是你，怎么又是我啊？跟谁不能说？我操！真心话，太伤良心了。真心话，来问球球，先问球球，问球球。这样有没有要问球球的？我想看球球有什么问题啊？就是你那个最多的几排的那一次，排了多少次？你不是有一次四排的吗？不止。几排？最多几排？是吧？五排。那你告诉我五排那一次有多少次啊？五排那一次？五排那多了，那是。一整天你懂吗？我们搞了个别墅，一整天五排，一整天就我们五个人一起打，五个人一起打游戏，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我在跟做饭的人，打游戏，吃饭的时候那些先吃完的就那该吃饭的吃饭，我们先吃完的，就打游戏，然后去游泳，在那个在游泳池里还打游戏啊？在游泳池里面不干净，他们不愿意，游泳池边上，也打游戏，也打了好几把。我操，上两没根本没数过，你知道吗？就我们那一整天24小时，就租那个别墅，3000多块钱，租那别墅3000多块钱，一点没白花。太上良心了，这就太值得了。继续，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哇，怎么他又每次都赢了？你是不是作弊？你是不是作弊？你怎么有一次是输的啊？你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去了？那个阴阳手，你那个阴阳手，要阴阳人的金哥，石头剪刀布，又是我，我操！上个，我输这么多吧？对吧？金哥，大前天双排那个人是谁？兄弟们，走一波玩不起啊！兄弟们，走一波玩不起啊！兄弟们。金哥玩不起啊，兄弟们！我快点！怎么玩不起啊，兄弟们？理性分析一波，那个人，不能说啊，真不能说，兄弟们，真不能说这个，真不能说，兄弟们，为什么不能说，兄弟们，大家都懂的，真不能说。我那这个问题不算。啊，这个问题不算，换一个，问题不算，太敏感了，太敏感了是吧？太敏感了，可能会被安排一波是吧？我想想啊，那一把游戏打了几分钟？啊，这个可以回答。实话啊，7-8分钟吧。这个我信，这个我信。5分钟到8分钟之间。来，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我操！我不能再输了，我操！石头剪刀布。终于问他了，哎，有没有单排过？哎呦，我最想问这个问题。哎，单排是什么呢？单排就一个人打游戏。啊，感觉金远的魔法书啊！从来没有单排过。我不信，我绝对不信。不单排的啊，单排没。感觉不好是吧？来，石头剪刀布啊！哦，咱又是球球。你们都怎么都喜欢出这个呢？又是球球，你们有什么想问球球的？你们都喜欢出这个呢？我真的是服了。我吃简单，乙型不行。吃简单的乙型不行啊。